借这个机会要来跟全国的好朋友报告，如果是从台北来的朋友都看到，沿路已经有一些农民开始在采收早熟的这个文旦，也就是说今年文旦，照理说都是在白露过后就会采收，那现在早生种大概都已经进入采收期，所以要跟所有全国的乡亲好朋友来报告，今年的文旦。非常气候非常平顺，以郭农友这个文旦来说，各位现场眼睛都可以看得到，非常的注重生产的这种履历，然后做友善的耕作，所以他这种文旦的品质跟进入市场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支持关心的农业哈。那你家妈妈咪呼吁专各位，即来好朋友即个时阵来看站来到咱磨刀又有咱磨刀也三月份开始又花季又有一波的行销那这个时候我感觉是磨刀果园上水的时阵我相信您来到家除了看到这个草生的果园以外可以欣赏到这个风景以及这几个水果产业里面应该是。 很少见啊，预祝咱给大家去首播活动哈，给大家。今天呢，刚那个我们主委有一直在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园区，也很感谢我们的郭园主啦，因为为什么会找这个园区？这园区它是在去年文旦评鉴比赛第一名的园区，然后它可以说是我们麻豆文旦园区的一个模范。它除了是我们。 它用草生栽培，可以保持水土的水分，然后包括就是说用药上都是很安全的用药，然后还有就是它也配合我们农粮署一直在推的产销履历政策，所以它的也是有透过产销履历认证的。那还有就是说它的文旦一直就是我们麻豆有在讲的双认证，就是产销履历认证，还有产地。好，来我们所有的在官达人们，大家都精挑细选到一颗
文旦听说呢，这个大小 size 是有讲究的哦，要号称顶级，不是随便讲的哈、哦。好，来，我们先要放入我们的爱心文旦箱之前，我们请主委还有我们所有的文旦达人们，把你手上的爱心文旦先举起来，放在胸前，我们给媒体啊一个合照的画面哈、哦，来。哇，上面还有蜗牛呢，就把视线先给正前方哦，哈，来，我们的直播拍卖爱心文旦直播拍卖要开始了哈，我们帮麻豆文旦爱心文旦比个赞，好，来，我们再来看右边哈，视线也右边，要从那个地头，越小的它的果肉越细致，然后呢，大小大概就是500公克啊、哦、左右，400到500啊，400到500啊，所以，来桂龙柚，桂龙柚你起来掏钱，你起来掏钱，你起来掏钱，因为这你的商品你要来给大家报告来。好，所以头先讲吼，要敬的是讲，听讲敬文旦甲敬神父同款，对不？对吧？恭喜屁股要大大的，对不对？然后头要尖尖的，对吧？啊，还挡流，文旦哦，这地头较小，地头就较油，啊，地头较粗的时候，就比如较粗米，较粗米，啊，是品质拢相同，甜度差不多相同，啊，口感是是有较，口感哦，地头较粗，口感。有较较袂较袂较袂较好哦。啊，佮有讲哦，听讲哦，摕到时阵手爱安尼看觅有没有沉甸甸，对不？大家摇一拿一拿看。哦，安尼上赞，所以都有沉甸甸，我们就要入箱了哦，我们就要来称重，是不是？大家都挑到最顶级的哈、哦，这也是我们的郭班长同时帮我们现场来鉴定。好，我们请入箱哈、哦，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爱心的文旦箱，这个是全世界就这么一箱哈、哦，今天拍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已经上线的直播好朋友听到我们的这个预告了哈、哦，开始可以竞标了。那么这个市价哈、哦，市价是2000块，所以呢，我们现在。请大家开始用你的手机，有在现场的好朋友拿出你的脸书、哦、可以开始，只能透过脸书来标 哦。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爱心的这一箱文旦是我们在产地新鲜现采的、哦、有我们的主委、哦、还有人说有人在脸、有主委，有人说等一下你还要签名了，这箱你还要签名了、哦、还要认亲笔签名、哦、还要加料、哦、所以这里面是有双标章，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是什么标章？产地标章，价文旦，台南文旦产地标章，另外一个生产履历的产地团体标章，还有呢？我们就今天就是有产地团体标章跟产销履历的标章，把这个封口封起来，然后就是一个双认证的品质保证，可以让消费者食用安心。